检疫措施更改为3+4，大家有冇心思思想去日本呢？这时候你最需要嘅就系准备日元 yen 啦。首先，我哋嚟到位于重庆大厦嘅坚城找换店，当日嘅日元对港元卖出价系0.0594，唔使6蚊港纸就可以换到100 yen 啦。